炮兵连营区周围绕一圈到青山，有好几条的战车壕，像一般大马路那样宽，是要阻止敌方坦克车开进来，让敌方兵力不易侵入的一道防线，深度有一层楼高，有些地段常年都有水，每当下雨水位就很高，两边都长着又高又密的芒草，有几处我们常去挑水浇花的入口是比较隐秘，这是我们可以游泳的人工游泳池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暗号，只要比出食指和中指向下游动的指示，就表示要去游泳了。因大人通常都不喜欢小孩子去玩水，怕发生意外。今天中午吃完饭后，趁大人都在午休时，我到同学董家福家，一家一家串门子，不讲话，只比手势。不一会儿，四五个同学就聚集一起，偷偷跑到炮兵连营区旁的战车壕去游泳。回来时，我们各自都抓了一些中斑鱼回家里养。中华民国61年7月19日，星期二，晴天。